第一場係跑1800米嘅，咁啊大熱門就1號莫雷拉啦，都未即係初跑始程嘅，初跑始程贏過嘅馬呢，就有騎呢段金、勝利波幅、活力德勝同埋呢個醉醒神，即係2367咁樣，唔係3467，咁啊入過5次 Q 就0次落地嘅，跑5次5次入 Q 嘅呢，100%入 Q 嘅呢，就係呢個2號甲烷。咁啊，大熱門1號咧，黃埔就初跑始程嘅。上仗跑得好嘅咧，就係1號、2號啦，都係跑第二嘅。4號勝利波幅咧，就上次莫雷拉跑第一嘅。咁但係莫雷拉今次又走去騎黃埔，咁所以即係估啦嚇，假設啊，莫雷拉係可以揀馬跑嘅，咁佢揀只1號，咁啊可能1號嘅實力係好啲，佢認為啊，佢認為咁咧就除咗1號、2號、4號係入個位置啊，上一仗啊，就數到再數落去就係開心大師噶啦。開心大師，我記得我上次買佢，我輸鬼咗嘅啫。但係咁而家莫雷拉又唔騎佢，我上次莫雷拉跑第四1毫子位置都冇，咁啊佢咗騎黃埔，咁我而家即都係。睇睇阿 Jenny 佢哋點樣睇啊？定係沙圈咁啊？啲佢哋啲電視台啲工作人員咧就可以入對沙圈嗰度睇咁啊，當佢叻啲啦。咁一陣睇睇佢哋咩俾咩資料，再睇下揀邊只。我而家注意緊嘅1號、2號、4號呢啲啦嚇，咁好多人都係注意呢幾隻啦。我一陣睇睇佢哋點。講數字咧就係、是、2號上命率最高嘅。係100%，但佢未 win 過，佢未 win 過。2號之後呢，就係、是、到7號醉醒神，醉醒神呢，就係、是、跑過9次，有3次第一，1次第二咁樣嘅，就三次落地，咁啊，所以有0.22嘅取勝率同埋0.66嘅上命率嘅，咁再數落去27之後就係46，都係0.5。上命率嘅，咁4號講咗啦，咁啊4號就有0.5嘅取勝率，係呢一場馬之中最高噶啦，啊勝利波幅呢只，咁啊莫雷拉只馬呢，就係、是、第一信個人啦，係咪？第二信佢近績啦，前次第三，上次第二咁啦，都好似好好咁啊！主持又揀咗馬啦，揀1、2、5、6，我同佢差唔多啦。1、2、5、6，佢啊有5有6，佢冇4，4就唔揀咁啦。1號、2號，我揀一啦，嚇、啊，揀一啦，唔好理佢冷熱啦嚇、啊，即係1號、4號啦嚇，1號、4號咁樣試下啦，搏一搏啦。因為4號嘅點解呢？就係0.5取勝率呢度最高嘅嚇。1號呢，就係、是、近績跑得好啦，2號近績都跑得好嘅，上次第二、前次第二咁樣啊。4號近績就係上次第一、前次第六咁樣，但係都係有一段日子之前嘅4號，即係嘅上一次跑第一咁啊。上次跑第二嘅有2隻，一隻係2號，一隻係1號。上次跑第一嘅就係4號，即係咁樣，我揀14啦。呢只就係4號勝利波幅，咁咪唯一一個即係八卦嘢呢，就係呢莫雷拉上次贏開去嘅，咁佢又唔要騎呢只騎1號，咁所以估佢1號係咪叻啲呢？係咁解嘅啫，可能唔係都唔定啊！即係成績表上邊呢，呢只4號仔係上取勝率最高嘅，跑2次。就贏過1次咁樣啊，一次落地，一次第四，一次第一咁啊，即係都未低過第四名啊，呢、這個路程啊，咁啊都幾好啊，檔位呢、這個勝利波幅二，即係有鬥志就得㗎啦嚇，即係跑翻只馬應該有嘅水準就得㗎啦，即係唔輸贏啊，另外一回事啊，點解你不停咁蝕張咁樣即係咪唔得㗎，係咪？
隔院，今次又遇强手。嗱，呢只奇利段金三号仔咩赛绩啊？三号仔系0.4上名，0.2胜出，佢就跑过五次，就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咁样啦，三个落第咁，其实都唔错嘅呢只三号仔啊，奇利段金系11倍。嗱喺而家咁嘅环境咧，即系如果有任何一只马觉得佢系可以赢咗呢个一嘅咧，佢就会落飞嘅，即系。團隊啊，即係佢哋自己嘅賭馬團隊啦，或者另外第三者賭馬團隊啦，唔知啦，就會落飛嘅，即係會係顯著地落飛咁樣樣啊嚇，即係同你鬥一鬥咁解啦。咁但係而家都未有，淨係一隻紅格係一號仔。咁佢呢只八號啦，呢只開心大師，我啊買過佢啊，跑第四啊，莫雷拉我。一毫子位置都冇，今日咧就配咗个华将，唔系配咗个巴道，唔系华将。七号仔啊，黄浩南啫。七号仔呢只七号仔最醒神。七号仔咧就0.66上名嘅，0.22 win 嘅。咁啊最醒神咧，其实系叫做咧过冷啦，我觉得过冷，即系以。成績表嚟講咧，只七號仔係跑過九次，都有贏嘅話，最醒神贏過三，贏過約兩次，有三次第二，一次第三咁嘅，都幾好嘅，啊！咁啊，冷門得嚟，即係又有賽績嘅咧，就係呢個七號仔。八號就初跑此程啦，唔知啦，係咪啊？但係上仗都係跑第四一毫子位置都冇，跑1600沙田啊！喺兩大師傅喺前面，又可能唔好快啊！大家揼住揼住。好硬正啊！要佢今日。只上名率最好嘅二號咧，上一次咧就係俾阿薛恩琪嘅，我嗰陣時就係、是。祝用神啦、啊，就諗下點解霍仔冇粉騎，於是就明知佢四戰四 Q 嘅呢只馬，咁就冇拖佢，但我有睇到佢嘅成績係好嘅，咁今次咧就俾翻霍仔騎啦，霍仔騎只七檔都唔錯嘅，其實嚇、啊，如果你立心攞前邊係好過你喺內檔啊。剩翻三隻馬，開心大師、最醒神同埋二號馬69蚊嘅甲丸，睇埋開心大師入閘，亦都冇問題啦。交俾集前，喂，加翻眼罩嘅甲丸啊！全部馬匹準備妥當投場，再次4800，一係一枝獨秀嘅大熱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大外档嗰边有红丽射，中间系甲丸啦，埋边黄宝都快啊。第四位咧，咁啊有紫色三号活力得胜响佢入边啊，胜利波幅啊。后边三匹马分别系最醒神啦、开心大师啦，出闸唔算好快，红眼罩暂时垫后，系奇利段金嚟噶。啱啱第一次过终点嘅时候啦，两大师傅又喺前面啊，埋边黄宝哇捉得咁紧要嘅，响外边位置就系嗰只红丽射，内栏第三种嘅胜利波幅，外边第四系甲丸啊，第。五位咧，紫色衫外边就活力得胜，埋边系最醒神啦。后边两只分别系开心大师，暂时包尾仍然系红眼走一只奇利段金嚟噶。过咗呢个1200段处，向住1000。哇！只幼仔擘口口擘擘咁啊，真系啊，好似唔多老礼咁啊，过分约束啊，会唔会咧？只马好似唔系几听话，同埋唔系几中意。出边活力得胜啦，后边两只粉红衫外边咧就开心大师包咗落尾嘅马，依然系走内栏红眼罩嘅奇利段金嚟嘅。好啦，去到对面直路尾啦，大家次序系完全冇喐过嘅。黄宝贴栏依然系放头嘅，响佢出边系红丽射啦，内栏第三胜利波幅第四位甲丸啊，出边开始有马走啦，开心大师上咗去啊，咁后边嘅马尾三啊最醒神，尾二紫色衫咧就活力得胜，包咗落尾仍然系奇利段金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。前面依然是黄宝啊占先，红丽射逼紧佢噶啦，外边位置有甲丸追紧，等入边嘅马仲有胜利波幅啊，
後多層咧，攤咗啲位嘅馬有啲最醒神噶，兜到嚟最後200多米啦，黃波叫佢兩叫，換到腳啦。咁後邊嘅馬咧追跟上嚟有勝利波幅啊，外邊位置仲有甲遠啊，再後一層嘅馬仲有最醒神，最後100米，黃波擺咗喺前面走咧，一放到底啊，跑第二名馬相當接近啊，中間係。好啦。陳梁家俊有冇份啊？咁啊，結果頭場賽事都係揾啲備忘馬邊啲走二搭啊嗰啲啦。好似七號仔有份入位置喎，最醒神即係黃浩林，一號贏咗啦。甲遠第二啊！三號、七號啊，七號係過分冷嘅嚇呢只馬。咁我嘅一四就冇 Q 收錢啦，一號就係好清晰咁樣贏咗啦。頭場嘅暫定名次啊，頭馬一號黃寶第四名，係四號勝利波幅二三名，等翻張相。睇下重播啊！最重磅的莫雷拉就是第一档，咪出到闸啦。咁只甲丸系第七档，咁只甲丸就都埋到去里边嘅。咁而家咧，你睇莫雷拉只马咧，就即系约束得好紧要嘅。我初初以为只马唔听话咁样啊。真係勒到去擘開個口，個頭揈揈咁樣嘅。你而家睇下，佢個頭喺度揈緊嘅，一路啊。咁啊，但係佢都嚟睇呢度啊，只馬。呢啲叫搶口咧，即係你唔勒佢，佢唔會搶口噶。你勒佢先覺得搶，嗰啲陰陽嚟噶呢啲啊。你完全唔勒佢，佢唔使同你搶噶。你勒佢，佢同你搶，即係搶到平衡咁咧就舒服啦。咁而家莫雷拉就喺前邊，咁我都中意嗰只四號仔，而家係第三名喎。嚇！我以為有 Q 收啦，翻嚟啦，點知俾阿霍仔上嚟，咁啊轉彎呢一段咧就莫雷拉就鬆手啦，即係由佢跑啦，由佢跑嘅，攞只右手邊出嚟打幾邊咁啊，佢係明顯好啲嘅，明顯好啲嘅呢只馬，無論評分啊、上仗成績啊都係好嘅，騎師都好嘅，咁啦睇住一係四號同七號喺一個埋欄，一個喺外檔咁樣衝。咁應該七號仔已經贏咗只四號仔嘅。尾場喎嚇，好阿頭馬喎，影張頭馬相。1274，我七只七號係即係賽績係成績表係好嘅，就過冷咗啲啦嚇，即係。少人貼啊，少人關注佢，咁啊俾佢攞咗個雙兜好分嘅位置 Q。